耶，哪两个？好，来，刚刚说会再见面吧，太开心了。哟呼，这是第一次拿下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。等一下我们要来问一下你最佳华语男歌手奖，开心一点呐、啊，右边，开心一点嘛。右边，来右边，右边。对啦，可以啦。刚拿下了最佳作词人。现在右又边，右拿下边，了谢最谢佳谢谢。华语男歌手，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太开心了！好，来，开心开心，双手张开，好，我们手开心点，耶！这边看一下哦，请看来这看右边，边，右边，好，右边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可以可以，拿在手上感觉怎么样？就是。很久没有拿了，很久没有，而且我也没有一次拿两次过。我要看上一次是第18届，对，17年前啊，17年前，对对 对，而且你没有拿过最佳华语男歌手这个奖，你拿的是最佳国语专辑，对，我没有拿过这个奖，对对，所以拿到了，如何呢？感受？就是、但是你要先讲一下刚才在台上那个突然，哦，那个真的是。我觉得是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就是可是因为演出它本来就是会就是会有很多的突发，对，只是没想到会在金曲奖，而且其实我们这个表演彩排了很多次，是，对，然后就感觉好像就不应该发生在这个上面出现这个失误，可是我觉得大家也见怪不怪嘛，前面不好意思，就大家也见怪不怪，就是其实之前也有发生过一些事情啊，是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还好啊，就是把它。很顺的就把它带过去了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没有关系这样子。对，而且刚好真的大家都哦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两只麦克风都不行，但是拿到了，重点是拿到了。今天来的时候有想说自己可以带回去几个讲座吗？其实我老实说，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拿一个，拿一个，对，就是有点是。安慰奖啊，就是入围了三个，至少拿了一个吧。因为可是拿这个最佳男歌手真的是没有想到，因为其实竞争对手是很强，是，而且看很多乐评的预测啊，干嘛干嘛，其实他们也都不是预测我得奖，是，对，所以就今天拿这个就哇，真的是有点意外震惊这样。是，但是我必须要说，张艺术家这张作品真的是把自己整个掏空了。对不对？然后再编排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这张专辑它真的是一张好专辑，非常棒。然后音乐性唱的也是整个故事。对，感谢，就是它是一个好专辑，所以我对我自己的音乐有信心。嗯，恭喜啦！谢谢。好，庆功宴见。我看一下，庆功宴见。我看一下，那刚刚有没有什么想要在台上讲还没有讲的？没有、欸、我觉得就是我在特别，就刚刚我谢谢我的公司，谢谢家人，谢谢歌迷朋友。那我想要特别谢谢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我身边所有可爱、善良又专业的工作伙伴。我刚忘记讲这一点了，对，刚忘记讲，因为刚刚读完太紧张、太兴奋，所以其实忘了谢谢工作人员。然后这边特别再补充一下，这样子。嗯，对，终于拿到实至名归的最佳华语男歌手，恭喜热狗！恭喜恭喜恭喜！等一下好好的庆祝喽哈，谢谢。那等一下可能还要再麻烦你，要跟我们的那个华语女歌手一起，等一下再来一起合照哈。谢谢谢谢热狗。